娇，十年前你欺骗我的感情，佮把阮爸爸的公司拢无甲倒去，害伊去跳海自杀。今仔日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我跟你讲，卡，导演，去完了不？好痛，有没有怎么样？好痛哎！哎，对，你们辛苦一下好不好？刚刚都很好，可是有点穿。是哦，再辛苦一下，辛苦一下，打那么用力还穿？对对对对对，那感觉还不够啊！你就加八蕊了，再泼个水好了，狠一点，这样那个感觉会更好，会更恨，好不好？怕我的衣服会湿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都准备好，辛苦了辛苦，再辛苦一下就好。真的很辛苦。好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再一个再一个，来 ，ready。好吧。Action。今天是你的死期。我跟你讲。好。哎呦，好像有喷到一滴。弄湿了是？哎，来来来，工作人员麻烦一下，赶快先把可丽姐，先把可丽姐擦干。有一滴啦，一滴啦。哦，讨厌。刚都很好，非常好。好。可是。再给我一个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情绪再多一点，再恨一点，少还是少了一点什么？哦，好，阿摩罗，郭开雄哎，哇塞，今嘛金迪克林爱蛋姐，用派好不好？哦，派哦，派，哎哎哎，我们就先打完巴掌之后泼水，泼水完再狠狠的最后 ending 一个派这样上去，可以可以，行况行况行况，镜头以那个可丽姐为主就好了，阿东这边咖或者是。开一半也可以，或者是只要那个 touch 的部分就好了。好，看谁够，来 ，rolling。好吧。Action。给哪里？都是你的死期。转过来啊！我把你。啊！给哪里？对，我要帮你刷啊！啊，你看，太好了，太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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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非常好，这个一次完成了，耶！收工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导演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今天你不是说那天要找我去吃？有，就那个演员江宏，他弟弟江正成的餐厅嘛。啊，我要，我要那个很难听。走走走。阿雄，记得啊，明天还有跳海的戏跟爆破的戏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八点档一定要这么拍吗？演员也太辛苦了吧！那我们今天又特别准备了一段可丽姐当年最经典的一段台词，那个可能就要背很熟。你知道我背剧本有一个习惯哈，我一定要照相机记忆法，我会把这个重点16个小时、170天、91天这些我都圈起来以后，我就会开始背了。然后呢，一定要背得非常非常熟。当你在演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只要你一想就 NG 了，对对，就卡住了，不能犹豫，自己冒出来的，对对对对，必须自己，所以你必须让它融入你的身体，然后让它自己冒出来。所以这个呢，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，我只记得。圈圈叉叉一堆，但是还是要把它背出来。可姐，我们就先让现场看。是，我觉得有谁要挑战吗？于秉彦台语应该是最好的。对，你现在有进步吗？我现在稍微可以。好，来，开戏，吉尼神社楼。再给我一次机会 ，NG 嘛 ，NG 没有 NG。一年365天，你会用工作。你一年有50个礼拜，你已经有每一个礼拜有休困2天，这就表示讲你敢若剩260天。哈！你是咧讲啥啦？你即马咧是要演个东西？来了来了来了！耶！一年365天，你有我当时没有，当时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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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没事。刚刚要剪掉，剪掉，没有，要很好。OK， 不要急，姐，我们的动作要联系哦，动作要联系哦，来，你看有多难。这差不多长你一斤，有人要来请假，你要来请假，啊，你要请几天？一天？一年365天，52个礼拜，一礼拜休过2天，你就敢那剩261天会当做代志？
一天够有十六点钟，唔免做代志，搁扣掉一百七十天，你着剩九十一天会通做代志啊！一天你着搁用三十分钟去啉咖啡，安尼着搁扣掉二十三天，所以你着敢那剩六十八天，六十八天啊，六十八天！哎，我讲小心啦，好快，好来，你快去参加啦！真的是二十分钟要把这段背下来，所以那个是一整段了、啊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骂到最后说，你一年够十四天的年假，你都剩一天会当上班，你今麦够搞讲你要请假，然后他就是嘞，当时定，然后他就走。所以。我觉得也因为这样高压，其实我们背剧本的速度就变得很快。是的，也是因为这样训练出来的。这应该也算可丽姐八年党的生涯里面记忆算深刻的一段。对，这段我一直还留在我的手机里，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经典了。嗯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记忆深刻的。我记得有一个人呢，他好像曾经演过《降龙十八掌》。我们先来看一看，可以演《降龙十八掌》真的是不简单。你唔知影是。做遐尔济恶毒的代志出来，你唔肯脚踏实地，该罚！你反背家门的感情不忠，该罚！你五戒我，不好，不好，该罚！无良心，该罚！十八个都打真的，男人嘛，被打个巴掌而已，又不会怎样。只是十八下，我后来打到大概第十二下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后悔。感觉好像打都要来真的，对，怪别人。其实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打巴掌它是有技巧的。那个永度兰，你跟我试一下。你说我打你吗？当然是我打你啊！你的技巧没有我好。没有，永度的技巧现在练得非常好。我跟你讲，那你打我，那你打我，你打我。好，来哦，陈志贤。我就说技巧不好吗？你再怎么样，我跟你讲，你再怎么样都要从这里过来，这样才不会穿帮啊！你不能在前面啊，你要从这边借过去。好，陈志强。啊！等一下，你们讲是真的还是假的啦？你们现在演真的吗？真的，对象，真的，对象，我们超有度，我们大家在模式。闪怎么闪？来，陈志祥，耶！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得不说，我真的不太会打巴掌。对哦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种打巴掌的方式，来，玉萍，我跟你试一下。啊，你让我打哦。来，谁哦？打真的打假？先讲好。会真的打，因为男人会真的打，因为男人打巴掌被打巴掌不会是。女生打男生，男生怎么会有一个力道会变这样子？通常被打巴掌都是很。不会动，很迅速的，就会是这样，啊，对不对？很烦。有没有声音？你不用配后置的声音，但是会不会痛？就是一个拨过去这样而已啊。而且它的角度是，它有一个技巧，你不能打这里，对，你不可以打这里，它就是一个这块区域腮帮，就这里，对，这块下来就会很亮，而且这里是最响的，对。啊。